那个这是今天的广州南站啊，广州应该是有广州站、广州东站、广州南站、广州北站，有没有广州西站呀、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人还算比较多吧。当然因为最近广州这边是相对这个疫情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啊，所以好像没有特别的受影响啊。现在我觉得主要是出差的客流比较多吧，因为看上去好像都是相对来说年轻人多一些。因为学校肯定的现在没有放假，学生也不大可能现在，基本都是以出差为主吧。广州站的规模应该也算比较大吧，因为我记得拍过一个郑州站吧，郑州站的规模比较大啊，郑州站好像有那个有朋友说西安站还有南京站都比较大。广州火车因为广州站肯定不小，我肯定是不小，但是不知道有多大，它的规模是多大。我觉得人还是挺多的。广州南站的广场吧，因为广州这边好多山啊，是吧？所以你看那个，外边应该是好有些山啊。